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大家，波波啾，这是我的公公。Hello， 你波波。今天是5点播对吧？你好，哈喽，对呀，等一下我，哈喽，哈喽大家。我去拿了我要用的东西，哎，奇怪，哦，在这，我手机忘记充电了。Hello， 小白兔 ，Hello， 卡丘，你好。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穿这个毛衣都好热哦。Hello， 玉安，你好，你好。Hello。我要忘记涂口红了，再等我一下。哎呀，波波 ，Hello， 哈喽大家，这礼拜过得好不好呀？波波游记前辈也在直播呀，有啊，我穿的超级暖的，而且我这件里面还有加衣服，这几天真的冷到爆，好惊喜，为什么？来看我涂口红。啊 ，IG 直播哟。OK， 我现在表情有点痴呆，等等我哟。真的假的？我是不是记错时间？今天是2号对吗？嗯，我也想你。今天是2号对吧？对呀，我是2号直播的呀。你们好。我记错时间了吗？好的啦，等等我，我很紧张哎，怎么办？我真的假的 ？Hello， 林公子，我今天有直播吧？也是哈，播了就播了，还好是多播不是少播。等等，我今天有直播呀，我没有吗？送粉丝的 ，OK， 那就好。这周没，是这周没有写我，还是这周没有写？等一下啦，我好紧张哦，我搞错了吗？脑袋，没有吧？等等我哟，等等我，我确认一下，我今天有直播对吧？我今天有直播，今天是2号耶。今天是2号，我也有直播啊。今天是2号对吧？我 ID 暂时 OK， 没有问题的。今天没有你呀、啊，哇，真是。
假的？我是不是记错时间呐、啊？哦哦，我二号有直播呀。等等哦，我来我。晚安安大家。我今天没有直播吗？怎么办？断钩是什么？好的。等一下，可是我还是很紧张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今天有直播啊！天气姐姐开播在 IG， 可是我没有办法来。我们接受，谢谢。怎么办？我绑个头发。Hello， 黄鱼，天气姐姐。头发好乱，真是！怎么办？我这次又搞错时间了。好，那我今天没有直播咩？嗯，我不知道，我很抱歉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记得我二号有直播，今天是二号对吧？那你们怎么会来？还是我？那我问你们哦，我礼拜一有，明天有播吗？看到通知哦，怎么办呢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如果跳掉这个画面，代表有开果果，谢谢你们。官方，嗯，真的吗？怎么办？那我现在没有办法确定哎。我现在很紧张。不过能看到你们也是好事啦，但是因为开播的话要先通知 staff， 然后我现在开播了，如果我今天没有播的话。别笑我呀！对，要以公司为准的。怎么办？我现在呆了。缺播。可是我现在在用纸手机跟你们。我如果跳掉这个画面，看，嗯，不想关播。都已经开了耶，那如果我跳掉这个画面，我还会在吗？应该还会在吧，就是我离开。嗯，这么白呀。我今天没有播没？我记得今天是二号，我有播啊。会的，只是画面。那你们等我一下下，一下下，我看一下。OK， 看一下 ，OK。
今天好像没有我耶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你好，大家啊，怎么办呢？哇！还是我播完再，我应该现在讲的对吧？不是，我都已经播了。背锅是什么？我先去讲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OK， 我的画面应该还会在吧？我画面应该还有在吧？会吗？会吗 ？OK OK。OK OK 会审视，好，你们等我哟。OK OK 会审视，好，你们等我哟。哈喽，我回来了。我们先继续播，等待 Staff 姐姐 ，OK？ 等待 Staff 姐姐回我。有问了，有问了。我还是有点紧张，怎么办？我很抱歉，我记错时间了。可是我的行事事历上面写我今天有播哎。你们再让我看一个东西，等等我哟，等等我，sorry， 等我。可是我通常都是先 check 之后，然后再放到我的行事历上面。我没有宕机，我还在这。不是，二号是今天哟，因为我写错了，真的吗？我就觉得我其实今天在想说，我应该不是礼拜天会有播吧？反正什么样子？我先写一过天晴。没有没有，我只有改到我今天我二月的没有改哟。我过年期间停播，我是改成上礼拜，就是我上礼拜不是播了很多天吗？哦，取消我今天的吗？取消？你是说官方的公告取消我今天的直播是吗？是这样子吗？但取消，过完年了呀！我搞错了，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我不是不想要关播，你们都来看了，现在还在过年吗？不是到30号而已吗？好的好的，好，对不起啦，我搞错了，我好烦恼哟，开工了，算，现在还算过年？等一下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可是我的平板没有下载 Facebook， 那我现在下载的话再看。
对呀、啊，我也好久没有看到你们。你们过年过得怎么样呀？你们过年过得如何？这周正常不 ？OK OK， 既然都开工了，好吧。哦、oh, ，所以我是取消了整个过年吗？还是大家都取消了 ？ID， 说到今天啊，那太棒了！你休了多久啊？在家休息跟朋友，我好开心你们来，你知道吗？我其实就是有一个感觉，就是。我不确定我今天 ，Hello Eric， 休了12天。初五是几号啊？聚餐挂停 ，Hello。等我哟，等我哟。耶，开心。等呀，等我哟。我并不好，没关系，等等，他会1月初5是1月29，等等我呀，1月初5是1月29，等等我呀，等等我呀。我今天刚开播的时候，因为通常大家是不是都会等我开播，然后呢刚刚进来的时候我见不到你们的名字，我就开始慌张，想说是我迟到吗，还是真的搞错，就是我有一种我搞错的感觉，可是显示旧po文委员，对，那个时候是我弄错了，因为我那个我们的公告出来的时候我没有立马跟姐姐讲，李威你来了，这很古怪啊，我今天头很痛，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你们，我刚刚的心脏差点，李威，你怎么来了 ？Hello， 瑶，好开心哦，我觉得好开心哦，突袭直播，谢谢你们。我刚刚也在怀疑，因为我刚刚一进来，差不多一分钟都没有人进来，然后呢就说，怪怪的，群组告知才知道开。哦、oh, ，Hello 阿华，啊，看到你们就好开心了。等等我，我。大家好吧，那我就当做今天是给你们一个 surprise。刚帮家人跑完腿，我有跟你们说我有拍，就是我去新加坡不是吗？然后我就有，呜、哦，它是烫的，我就有拍一个小小的 vlog， 我口渴。也不算是 vlog， 因为我去新加坡陪我的妈咪。浪跟 line 没有坏，今天你开我们赚翻了，开心。
今天又要来烫我的头发了哟。嗯，有哦有哦。All good。Hello， 大健，跟妈咪一起。妈妈是新加坡人哟。我刚刚有跟姐姐讲了一下 ，Steph 姐姐，有吃了好多新加坡的食物。回娘家算是，对哟对哟。嗯 ，so cute。不知道为什么 Bruno 今天很累。我很常去新加坡，因为妈妈在新加坡。啊，耶西！我跟你说，耶西，原来我今天没有开播。对，我之前在直播有说。好的，好的，上庭。没跟到这些。可能是因为你们太久，天气姐姐哟。笑什么啦，好哟。对，我今天看真台组来了，哎，还那么紧张。哎哟，我刚刚开播前还打电话给爷爷说，我刚刚要开播，我真的要开播。可是我的行事历在那有写，我今天要开播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我脑子坏了吗？为什么要点点点啊？后面很过分，记得帮我买礼物回来哟。怎么可能？我写错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五点要开，因为我今天月事来，就整个身体累累的。先看可爱，呵呵，谢谢 Jack。 好热啊，哎呀，按到了。那我下一次播是什么时候啊？我有声音，你们一定要听听他的笑声，真的是哇！我每次听他笑，我都会跟着笑。哦，对哈，我等等要自己去确认，下周的还没公告。天啊，你们是我的秘书还是什么？你真的很坏耶！我今天开到六点哟，快多开四分钟，因为我迟到了四分钟。要半小时，对呀，好快哦！我刚刚前半个小时在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要多开八分钟，为什么？好的，好的，应该也不算迟到。是啊，准时就是迟到，然后我还。晚了四分钟。哦，我的天，宝宝，宝宝，哇，好可爱。哦，大家都还好吗？有没有戴口罩出门，或者是睡午觉飞机？就蛋。你们今天都我乖乖挂听啊，好的好的，好的好的，四个月不，什么？我跟你们说，我回来之后，我觉得 Tiger 跟 Bruno 的感情好像变好了，他们两个现在会睡在一起，但是好像就是充满着敌意的睡在一起。我有洗头。出门就戴口罩，真的假的？我就是很害怕，因为我姐姐，我不在台湾这礼拜，然后姐姐就突然感冒，我吓死，我就，
Bruno 跟 Tiger 啊 ，Maga 想看他们，拍偷拍给你们看。你嘘，请教。Hello。啊，我跟你们分享哦 ，Bruno 的他 Bruno 现在没有穿裤子，就是感冒，然后就是很害怕。你看他们在一起了，不是 Tiger 跟 Bruno 在一起，呜啾啾啾！我要怎？哦，给你们看 Bruno 的屁股 ，Bruno 没有穿屁股，你看他没有屁股，因为 Bruno 有皮肤。嗯，皮肤过敏嘛，那叫皮肤过敏吧。你看，看，看，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。打什么架？你干嘛跟我？这个很喜欢用他的手，没有穿屁股，没有穿裤子，没有裤子的布呢。你的裤子跑去哪里了 ，Bruno？ Bruno， 你的裤子呢？你有看到吗？你们大家有看到吗？Hello，Bruno。各位你小姐，没有看到吧？因为它的后腿就是狗狗比较容易。咬到后腿，所以他就你看他又在舔了。Bruno， 弟弟连衣服都脱了。你的戒指，谢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买了新的戒指，那天我没有跟你分享。你看，没有看到吗？它是心电图哦，是不是很可爱？我最喜欢我中指的这个，是一个微笑呢。你不要来我直播间转哦！没有指甲，只能用那个修饰。你不要挡住我 ，Bruno。还有微笑，对呀、啊，是微笑哟。他根本就是来摘我台的啦、啊！我跟你们说，也许很可爱。就是我回国的那一天，因为我是早上的飞机。谢谢德全的韩式花束。我还没讲完，我刚讲去哪？哦，然后也许就很想我，他就跑来找我。他来找我两次，因为他先来找我，然后他去找他朋友之后再来找我。可是他后来再找我的那一次，我直接睡死，我就，然后呢，我一直睡，然后也许也很好，他也没有一直吵我，他就在旁边。你的尾巴，你看他们感情很好的哟。你干嘛这么喜欢待在我的直播镜头前面？你有没有看到 Bruno？ 然后那时候我在睡觉的时候，Tiger 就一直喵喵喵，然后呢，也许就说你的猫是不是饿了？说对对对，因为他 Tiger 对我喵喵叫。果果另类的加播，然后我要说什么？啊 ，Tiger 就一直喵喵叫，然后也许就问我说：“对，谢谢提醒。”然后呢，他就说 ：“Tiger 是不是饿了？”我说：“对，你帮我喂他。”因为呢，我就躺在床上，完全没有力气起来。高中延后开学了，有这件事情吗？
我的爱慢慢。真的吗？谢谢，我好开心哦。你看 Bruno 用着充满敌意的脸在看着 Tiger。 Bruno Bruno 每天都在监视 Tiger， 一直很怕忘记直播。耶，也许我们学校有晚开学吗？没有，我们学校没有。真的真的，谢谢叮当所送的花生。哈，有哦。2月25。哦，所以你跟我说的那个开学的日期是已经晚了的是吗？狗狗的工作是监视底，你看看他很不爽。暑假哪里暑假会延后啊？你看 Bruno 一直在，所以你跟我说的那个日期是延后的日期是吗？我每次都开学前一天才知道，哦，要开学了，哦，开学的前一个礼拜才知道，啊，要开学了。你看，你看他们，没有毛的 Bruno， 你看 Tiger 打 Bruno 了啦。我跟你们讲，七个超过分的哟，是高中以下延后开学。哦，七个竟然把他的窝，这是我的枕头，七个把他的窝叼来这边，是在哈喽。不能，我跟你们说，不能超呆的，他有一天就趴在这边，然后呢，哦，那高中没有。宣誓主权篡位，毕业生啊 ！Tiger 跟布布超爱睡在我旁，我一直把他们听，真的假的？我完全不知道，我真的睡死哦。高中没有啊？刚刚你们不是说高中有吗？他们要自己跑回去，真的假的？不能会跟我一起睡觉，是因为我妈妈不在，好不好？你这是什么奇怪的姿势？你说，你在出国好玩吗？我们有美军有说，哦哦，你是在跟我讲认真哦？你是在跟我讲认真吗？超级认真的那种吗？还是你是又在唬我 ？Today， 啊？哈哈哦，所以你本来说11号开学，所以现在改成25号了是吗？就现在大家开始炮轰我，躺着跟你们直播。哎呦哎呦！好了，不要理他们，我要来认真人直播了。他搞什么？嗯，你帮我买脚签吗？拜托。不理。果果，不要11号再发讯息。哎，我今天如果没有直播的话，哇，我真的是会，我真的会。哦，难怪你现在出国是吗？哈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整个人是懵逼的状态，我等一下去问阿江，然后呢，我会打电话问也许说，你们为什么告诉他？你不是说你要跟我约早餐吗？你怎么不在？没有没有随便。哎，所以你本来就知道25号才开学，然后你跟我说11号开学。你很过分。Hello， 叶风明月。
今天是意外的加播。你讲认真了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我跟你说，我真的会跑去学校哎。看看我的朋友怎么对待我的。嗯，我还是想要来给你们分享 Tiger。还有 Bono， 啦 Bono。也许是坏蛋，高中只没有延后。哦哟，胡家，也许。到底是25号还是11号啦？我的粉丝爱欺负我，朋友也爱欺负我。中午好，你跟我说到底是什么时候？我等一下打电话给你。2天都去啊，11号去。可是刚刚有人说高中只没有延后哎、欸，我现在很 confused。我一点都不相信你。那你那天为什么跟我讲11号？哦，好啦好啦好啦。啊，所以你有去喊？谁要去？我决定我要11号去。哪里可以找到这么好欺负的朋友？都去最安全，没有问题。11号开学，我们就打1999。如果没开就回，选你正解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学校会通知的。哦，高中只延2，哇，开心！我现在才知道耶。3月再去一定 OK。好的好的。所以你11号是骗我的哦？怎么有你这种朋友？哦，所以就是哦，晚开了，然后7月14号才，结果25才开学。所以你真打算去？你真打算要整我？2月15开心。我下播之后要去询问也许。哦，所以你打算7号，你打算11号、啊、被粉丝打破了。哎、欸、你很坏，你是认真打算11号叫我去学校。Tiger超黏我的，你真的没有打算告诉我哇？25、26、27、27，哎，3月上课，我觉得非常可以。你看，哎，等一下 ，Hello Tiger， 你们真的很坏。还好我的粉丝们拯救了我。等一下，可是我们不是有婢女吗？所以我们一开学就要去婢女的意思吗？你今天好好看哦，看什么？朋友都是拿来陷害他。我跟你说，好像是我还要问问哦。好快乐哦，早知道不要帮你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我的脸什么东西，好好看看，好好看我的脸。你今天早上哎，我这样觉得哎、欸、我的也许真的是打算要陷害我到
是是。而且跟你们说，他不是认真的，他是认真的，就是要我十一号去学校，然后在学校等我。你是因为看到我那天睡眼惺忪的来迎接你，所以你现在看到我特别美吧？因为我高三，因为我们高中通常都是。高三通常都是，就是高二下会先避旅，因为高三的话就是基本上都是忙的时候。当时粉丝跑来打我，棒球哥，你不要走啦！我还没讲完我的话，还有又忘记了。对，高三通常都很忙，所以我们会把避旅跑排在高二下，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吗？好讨厌我现在好像又在跟你们 FaceTime 了，你跟你粉丝感情太好了啦，他们都很爱，也许出来打球。大家好，OK， 高三碧旅哦，排球还是篮球 ？Hello， 也许，你看一直躺在我这里。干啥呀你们两个，你最好是会打棒球啦。大家好，出来打球不是都是大家好吗？他们真的超黏你，那绝对不是，所以粉丝是球棒，他们好黏果果，果果就像我们的妹妹呀，好开心哦。我现在很开心，就是我刚刚很紧张，就是我开播的时间不对，但是现在就觉得很开心，就是又一个礼拜没有看到你们。你说高中吗？高中有，谢谢。你教我的啊。休了年假之后就消失。我刚刚有跟 Steph 讲了，所以，应该 I hope everything is fine。打拳击，我跟你说，千万不要跟 Yessie 打拳击或者打架之类的，你们肯定会被他打在地上。你少来了 ，Yessie 是。派很派，有么呢？也许都跟回国，你骗我十一号要上学，你还要威胁我？哎，那时候是谁帮你开门的？我完全没有听到电铃声呢。有，我。阿文姐姐有没有吓一跳？我要跟 Steph 讲了哟。谢谢叮当鼠，没有的样子。什么？我刚才跟你讲什么？不出事的高人，笑死我了。谢谢夜风明月送的。枫叶跟元宵提供，还有 tap， 啊、哦、不是，是谢谢夜风明月送的元宵提灯跟他只送的枫叶。其实我很喜欢这样跟你们聊天耶，就好像是在 FaceTime 一样。天气下，就当做我们在 FaceTime 吧。不对，这样是不是压到那个？你们是不是听不到我讲话？请截图。
或者你们听得到我讲话吗？那不要闷的好了。哎，叶璇，你去听这首歌啦。Hello， 正阳高中庄梦梦的杂工。晚安。以这种方式存在。那些旁白，那些自在，那些伤害，不想离开。你要亲我？中午好，有苹果。不能再亲我，谁来拯救我？不行。听说有呢，枫叶就是一个礼物啊！谢谢谢谢谢谢叶喜 ，OK 代替 Bruno， 大家都说我跟 Bruno 长很像，好酷哦！麻烦多送我一点叶喜，谢谢。啊，然后那个要加值，然后再继续送，好吗？加麦啦，你干嘛？我跟你们说，也许我等你送我火箭。我跟你说，我教你怎么用，你就去加值，然后呢？你怎么知道火箭多少钱？也许还有啦，真是的。网页厨子比较便宜，会飞的都不便宜。播报，哎，不要啦，拜托。果播现场教学。想过离开，没给阴霾，你会拼命为我拨开。谢谢野喜，你赶快刷刷到今天的第一名。互相消费，这就是那个李文。请帮我买口红，啾啾！我还要留，那你不要刷了，你不要刷了，麻烦帮我买口红。那个红包可以按一下。啊哦，被大家发现了。也许你以后还是不要来我台好了，不然大家都发现我平常的样子，买口罩，吃口红。延后的新闻，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点进去耶。OK， 我知道了。It is today， 我都能去查。哎，你真的是打算要骗我十一号去学校哦？你超过分的哎！所以你也是打算，你也打算穿着校服然后来迎接我，然后才跟我说，哈哈，延后了吗？是这样子吗？哎，我超认真在相信你耶。欺负你，你不要欺负我的朋友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涂你送我的那个精油，我最近很认真在涂。你看我的皮肤是不是看起来很好呢？除了这边还有一点点痘痘。谢谢李维。也许放你的歌，谢谢叮当鼠。可以关美肤吗？
李维今天生日啊，生日快乐！哇哇哇！生日快乐，李维！这个，哎，这就没有磨皮了。哇，很丑的来着，不能没有美白。哎，现在没有美肌了，我觉得我皮肤变好了，我很开心。把下巴，哎，我来挑挑看。他没有下巴这个选项。世上唯一不变是人的善变，如果人间爱都有极限。也许我在放钢筋隧道，你要去哪里？现在这只没有美肌吗？你好烦哦。这还是有一点点美颜。我关不掉，是不是我爱你啊？记得再帮我订哦。等一下，我现在直接跟我朋友聊起来了，然后你们就偷偷看到我，我放 IG 小，谢谢。也许说他才不要花钱来看我呢。记得帮我订。上次想要去，可是要哦，你朋友想去。我跟你们说，如果你们下次有见面会的时候看到那个最黑的女生，就是也行。没有啦，她很漂亮。我是说认真的，她真的长得很漂亮。长得很像混血儿，长得很像，对，中间找不到，直接找不到，哈哈，太黑了，找不到是吗？以笔记，诶，在哪里？那是谁？是谁？结果啊，Hello，我在这里，看不到你。中间找不到 ，OK。黑度大概是八个亿加，开玩笑。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就问他说：“你是混血儿吗？”因为他的眼睛的双眼皮大概在这边吧，就大概在这边。然后呢，睫毛又很长。不可爱，李维，李维不能做野喜的应援扇。谢谢菲菲送的，不能回来。全世界都问我，对啊，你不是要移民去西班牙？八哥加油！野喜喜欢粉红色。等一下，李维，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？你怎么可以问这个问题？我觉得真的很喜欢这样子跟你们直播耶，好像就是我们在 FaceTime 一样。一元色粉红色，你们可以果果下面小小小小小小的野喜，野喜的神血吗？那我当野喜的经纪人好了，生血是什么？这个就给粉丝回答咯。红，为什么是被黑色？爱着你，也爱着我。
请不要打我粉丝粉红色陪哦，我听懂了。抱歉，好开心哦，今天的直播。这是对深写真的意思，粉红色切开都是黑色。哦，以为。下一场。最好是啊，你最会拍那种东西了，少来了。变得聪明，变得聪明。主题啊，对对对，好好转哦。喂，惊喜直播就有惊喜。因为我今天就是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月事来的关系，就很累很累。然后呢，可是我又不想要睡觉，结果不小心睡着，起来的时候已经4:30了，就哇呀呀，我就赶快化妆，然后呢，我就怎么样，我就打电话给爷喜，谢谢彼岸送的麦克风。睡不着，真的哦，可能是因为我昨天一直睡睡醒醒的。李维，是不是很好看？我超喜欢麦克风的。你的毕竟是爱过来了。你真的不行，好可爱哦，你们。你是要听这个吗？你干嘛？踢个只是去阳台一下而已。你怎么可以把独角兽拔掉？谢谢叮当鼠。怎么了，听个？父亲乱话，怎样？你干什么？这不是场游戏，小心骑车哦！装梦梦打工，直接被赶走，直接被我们的 staff 赶走。我会给那个 staff 看你的照片，说如果看到这里的妈妈，请你们把他赶走。也许卷，哎，加油加油！希望你以后不会后悔没选择我，越相信你有更好的生活。这是握手券呐、啊，李维说他要给你，是这样子吗？执着，毕竟我们的。你唱歌也很好听呀、啊，哎，你赶快来选三期吧，你来选三期，好好笑。不过要跟他握手还是算。耶、yeah ，谢谢德全。大家期待一下，也许去登。三旗生直接第一波直接被刷掉，因为太黑了嘛。要给爷喜欢啊，爱你们。希望你以后不会后悔没选择我，
也相信你有更好的生活，我会在心里默默的为你而执着。也许你带着爆的料好不好？你很烦呢、欸。我每天都在问也许说，你觉得我的手有没有变嫩一点点？ I love you， 谢谢你们。你再讲下去我要哭了。嗯，就是那个没有指甲的部分了，不要给耶，这个料很可以，没选择我剪掉了，因为我之前留太长，然后呢我要等着去做指甲，结果我可能不太习惯长的指甲。你给我闭嘴。毕竟我们曾深爱过。谢谢夜风明月的麦克风。一整条护手霜是，但是我真的很认真在擦护手霜了，是不是？你赶快送我一个麦克风啦，快点，送我两个。留，请留着帮我买。Hello， Nano。等一下，谢谢你。我剪掉了，我不喜欢他为了你们挂我电话，不然嘞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说哎。我除了做指甲不会咬以外，不是不会，就是反正有一次我那个要拍 Only Today 的那个 MV， 现在出来了可以讲。然后呢，我才刚做好，做完之后我才发现哈，不能做指甲。然后呢，我就去把我的指甲卸掉。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，就了他每次都会抠到指甲，对啊，所以我就剪掉，真的很，可能是因为我不习惯那个长的指甲，所以中午好也许。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保护她的梦，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，她渐渐忘了我，但是她并不舍得。一长出来就咔。你讨厌呢？我觉得今天时间过好快哦。他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，我不需要自由，你有空看没？我下次改名。然后你一发言大家都知道你是也许，是蚊子，是蚊子，没有抓到。你一讲话大家都哎，这是也许。你们看我之前在那上面不是有贴那个亮亮的灯，结果被 Tiger 八个一家，我一听看得出来，好像是哎、欸。就是哦，你那时候已经拆掉了，我下次再放回去给你看。就是我有放一条灯，哎、欸，你看我这边很漂亮。不是弄坏啦，就是被他拔下来了。七点，我可以播到六点半，好吗？
行，不到十五分，二十分，二十分 ，OK。没看啊，你一直讲话，他们都不知道，他们都没有跟我讲话。我晚上要跟爸爸去吃饭，谢谢叮当叔叔的 kiss 啾啾。对不起，他们完全就是在看我们讲话，还是其实他们看我们讲话觉得无聊，然后直接全部都直接就是离开了。No。Hello， 孙雷。你还真的不跟我讲话，等等人还在啦。我在看你们打嘴炮，好好笑哦。也许你给我回来哦，看我平常怎么跟我朋友相处的嘛。你真的讲蛮多的哟。你看大家现在都不见了，嘿嘿，好可爱哦。打字就是常常不，啊哈啊哈 ，I know I know， 你讲的还不是一个，FaceTime 的我们，好讲，也许请尽量打，羡慕打字快，啾，你不要抢走我的粉丝，请勿这么做。听到你加播就来了，也许会不会要爆什么料？其实他有很多料可以爆哎，因为我都会跟他分享一些事情。我跟你们讲，哎，我爆我们的料好了，就是超级瘦。有啦，就是因为也许跳舞很厉害，所以我每次都会跳给他看，就是我们的歌。然后呢，就说我跳好看吗？我好看吗？会不会跳得很丑？然后也许就会说，我觉得你这个地方要再怎么样一点，等等 step 出没，果果自己就会爆出来。也许尽量爆，你不要一直夸奖我。施雅卷检举雷，他们可能会检举我，而不是检举你。前局什么？哎，也许我要把你拉黑，把你拉黑。谢谢雨过天晴送的 kiss 啾啾。前局这个主播太可爱，是我吗？我太可爱吗？我在扮演。叫我妈妈也来看。跟你们分享，我今天没有贴双眼皮。手边是什么？手边多放十倍塔。唱得好难唱歌。不要害怕，我在身旁，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。第一个拉黑的哦，啊，手背，肯定就是会。怎么办？我觉得今天跟你们聊好快哦，怎么会这样？也许你是又进隧道了吗？记得拍照给我看哟。
记得买礼物回来给我哟。好像是没有哦。你刚刚爆了什么料？你说我太瘦的那个料吗？你记着我声音，微风雨。每一次。没有，大家都没有看到。你干嘛饮食的选择？你要继续爆料。我的健康厨房。哎呦，我今天漂亮了，这是真的。波波，你来嘛？你为什么一直爆我的料？你说呀。对，我要擦什么颜色的口红啊？还是我问你说，你觉得我头发这样子好看吗？我今天要绑什么？绑一样吗？还是我要绑马尾？眉毛真的很重要哎，我要烫头发。对，结果每次最后都没有烫，因为我其实不太会烫头发。好了，你很漂亮，谢谢你们。哎，你真的每次都敷衍我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怎么我都喜欢找了还在播？今天有点舍不得关播，感觉很久没有看到大家，然后今天时间又过这么快，哦哟！我20分念排名 ，OK？ 不会，好看，好看。对，你就这样，好看了，好看了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谢谢你们。这只猫是干嘛？它的脸在爽什么鬼东西？睡着嘞。雨林说也会敷衍你吗？他超爱，他也会躺，他其实很黏任何人呢。我记得他不是也会去找你撒娇吗？今天时间真的过很快耶 ，What happened？ 都弄出很多很适合你的搭配，谢谢你们。哦，还有果果超夸张 ，OK， 你们要继续说什么了？他穿什么都没有雷，最好是嘞。拜拜，大家。你要去哪里？要记得戴口罩哟。为什么？只有一件卡其色。嘘。OK， 我要来念排名了。去大卖场哦， 那你要买面包回来哟。要买那个 bagel， 我好喜欢吃哦，麻烦你帮我买，帮我吃。排名对 ，I love you。我来念排名了，各位。哎，怎么不一样了？它的那个变不一样了，哎，怎么点不进去了？哎，这是什么？我忘记了。为什么清哦？这里今天也许你在第几名啊？哎，你没有在排名里面，是这个东西吗？亲密度排行，它怎么变成亲密度排行了？各位，它怎么变成亲密度排行了？所以是吗？是它更新了吗 ？Hello。Anybody here？ 你才不是第三名嘞！你，我没有看到任何你的名字。它不应该长这样的呀，还是它更新了啊？哎，你在第四名哎，我看到你了。
我按的是日榜啊。哎，也行，在第四名哎，我念给你。专业直播。哦。那，哦，粉丝团的。那要怎么点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喷火箭，然后跟你要一下，我下次拼第一名，加油！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来呀、哦，我们来看看，哎，你真的是第四名哎！我从第十九名开始念哟，第十九名是李威，第十八名是 OLKK。第十七名是卡丘，你不要咬我。第十七名是卡丘，第十六名是阿翔，第十五名是 Vivian， 第十四名是雨过天晴，第十三名是樱桃猫，第十二名是 Tats， 第十一名是没有名字的。第十名是瑞奎的哥哥，不要咬我，好痛！第九名是传说皮皮，第八名是诗诗帮诗源，第七名是叮当鼠，第六名是阿华，第五名是佳雅，第四名呢是咱们的野喜，第三名是好痛。第三名是德全，第二名是彼岸，第一名是夜风明月，谢谢。他一直咬我，好痛哦。好啦，谢谢你们今天来陪我，谢谢。我等等就要改名。Hello， 不可以改名，改成什么 ？W 不是 W Y E X I。行程表明，下次拼第一名，光看就好疼。嗯，李维错过了。什么东西？怎么了，阿米？十一号记得去学校。好哦，好哦，送你们个飞吻，我今天很开心，谢谢你们。那我要关播了哟，谢谢你们今天。就是我莫名其妙的开播，然后你们还来看我。I love you guys so much。好啦，我要拜拜了哟，刚好要开，大家拜拜，大家晚安。嗯，我等等要出去跟家人吃晚餐，所以。ILYSM 是什么？大家拜拜，拜拜拜拜，雨过天晴拜拜，阿米拜拜，孙雷拜拜，叮当鼠拜拜，黑流星拜拜，土托鲁酱拜拜，思源拜拜，夜风明月拜拜 ，3 2 1，晚安九蛋，樱桃猫也拜拜哟，记得帮我暖仓库。拜拜拜拜，爱你们。好了，我跟你讲完了。Three， 你还真的给我去改白字哦！哎呀 ，Three，Two。